好，我叫范振林，今年9岁，我来自澳大利亚。我就想问一下，怎么打乒乓球打得越来越好？其实我是觉得乒乓球是一个很大众的一个体育，只要你热爱它，只要你喜欢它，你肯定会把它打好的。有机会的话，你可以来中国找我打球，我可以教你打球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希望你把乒乓球、把体育带到澳大利亚，让澳大利亚很多的小朋友也能参与到体育锻炼当中来，参与到乒乓球运动当中来，好吗？再达成个协议，下期要你带领更多的澳大利亚小朋友来中国打乒乓球。好的，好的。